作为一个现代人，作为一个平等观念的人，你就别抛开两岸去看问题，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。扭曲的这个世界的本真的最主要的一个很简单的，一，你有没有撞船嘛？啊，你撞了人了嘛？你在世界各地你撞人，你说抱歉 ，I'm so sorry， 对吧？我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那也可能你是故意的，但你就是故意的，你说一个道歉，那就更要说了，要说三个道歉，要鞠三个躬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道歉。第二，我觉得他们要赔偿，全世界的法律。人命关天啊，死了两个人啊，你要安抚他的家属，为他们带来的痛苦表示同理心，表示理解，你痛跟我痛是一样的。第三，当事者有死人啊，都不是民事了，刑事啊，处置当事的责事故责任人，这件事情啊，解铃还是系铃人啊，道歉赔偿处置当事人。